Keeper 不缺人才，然而并不是每个成员在技能上都是相似的，通常他们有不同的职位并提供不同的能力。但说到一级，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成员都精通舞蹈。最近韩国论坛上就在讨论五分之四的一级成员都是主要舞者，他们在 fancam 都吸引了大量的观看，每次付出的编舞都能成功的传播开来。其中 Wannabe 是一季最具病毒性的阶段之一，女孩们的舞台存在感经常被网友夸赞，尤其是李智和柳真，柳真的抖肩舞甚至在2020年成为热门话题。虽然大多数人都同意一季在舞蹈方面夺冠，但遗憾的是组合在编舞方面还有一个漏洞，那就是主唱利亚。粉丝们指出，利亚在跳舞时常常显得乏善可陈，动作很少，在舞台上的存在感也很小，就像走神一样。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，说到舞蹈，一季是第一个想到的名字，他们的表演非常好，音乐在舞台上感觉更好，可惜有一个编舞漏洞，就因为那一个成员他们不可能百分百走下去，太遗憾了。这是知名度不等同于才华的典型例子。爱豆韩社，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